津卫视群英会。好吃好喝又好讲，听说打架我先跑。白素贞就该是赵雅芝那样的，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和珅就该是王刚那样的，看的宰相刘罗锅。秦涛就该是周普那样的，看的安家。外行就该是刘钊那样的，看的群英会。说到这个电影啊，其实你看周普跨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是从这个电影开始的啊，《霸王别姬》啊。那这个后来其实因为这个有这个戏曲的功底，也参与到了很多这个当年很火的电影的这个拍摄当中。那会儿呢，都是我们那会儿叫什么呀？叫外围五行，负责旁边那个，其实谁也没碰着谁，你自己啊就做一反应就扔出去了那种的。对，就那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拍《冒险王》的时候，人家那香港武指就过来说啊，你们谁能够火烧人呢？什么是火烧人？火烧人！哎呦，香港人说话。后来对。后来我说是火烧人是什么呀？就是说着火。我说那这怎么收费啊？这费用怎么收费？然后说这个你要是烧半身呢，600。然后呢要烧到这儿是800。烧全呢是1000。那是1000块钱一条。你如果这次不成功，你再来一条就2000。哇，那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巨额了，巨额就是那就天价，我就觉得我就。应该我可以以身犯险，就然后我就我，然后那个旁边我们一个一块学过戏的一师哥跟我说，你烧过吗？我那会儿才15吧16，然后说你烧过吗？我说没烧过，我就敢烧。说你没烧过，你敢举手？我说这不挣钱吗？他说你挣钱也不能不要命啊。说那火你着了以后，有的人稍微一烫你就完全就慌了，你就不知道往哪跑了。要迎风跑，那火才会在身后。你要稍微一顺风跑，那火一裹进来，你一吸气，那分分钟就救不了你了。所以就是说一个电影的拍摄最后的呈现，其实有很多无名的一些工作人员投出了一个很大的甚至有危险性的一个投入。确实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背后其实都要付出很多艰辛，而且你看任何一个今天我们大家比较喜爱的演员，可能他背后也都经历了这一步一步走来的不容易啊。是是是。铁环少年听得津津有味了，很庆幸自己当年铁环就吸引了吧。对，我觉得我可能吃不了这个苦。但是刘钊相声说的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刘钊、孙超，有请两位。我跟群演演一个。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谢谢。再次来到群英会，非常的高兴。对，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您说一说。你看今天的嘉宾是周普老师啊，对呀，我们是同龄人啊，一块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哎呦，晚上没准还推杯换盏，特别的美。而且来的时候呢，还是坐高铁来的，这两个事儿呢都是很愉快的事情，你觉得呢？你在说什么，老师？我就说这你在讲什么？你除了坐高铁高兴，你告诉我他刚才理你没有的半天？他人什么时候主动跟您说过话？他刚才不是说我那个弄得不错吗？那个演戏学戏学得不错啊！你看他不知羞耻，这反正是夸我。当然，我觉得坐高铁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啊，这倒是愉快嘛，坐高铁很愉快啊。怎么坐高铁愉快啊？北京到天津30分钟，你说多愉快？那不叫愉快，老师，那个叫特快，知道吗？特快啊，现在也叫城际，也叫城际，没有叫愉快列车的呢。你没坐，你坐过高铁吗？怎么了？你坐过高铁吗？我当然坐过。你坐过吗？坐过，怎么了？我跟你说，为什么坐高铁很愉快啊？哎呀，这个高铁啊，人多啊，你能观察到这个世间百态。坐高铁能观察世间百态。对呀，对于我们相声演员来说，素材很重要。那么多人一块压，说的闹的是人间百态都能观察到。我怎么没观察到啊？你没坐过高铁吧？我坐过，一坐高铁，我们那4-5个座哪有人间百态啊？你真逗，你就是没坐过高铁，4-5个座。现在那个马路上跑那个商务车还6个座呢，高铁4个座。你不知道高铁，他可能没坐过。你这孩子，你不行。高铁呀、啊，一进去后啊，十了排呢，一排是5个座，知道吗？这边仨，这边俩。我喜欢坐靠窗这个 F 座，知道吧？哎，5个，10好几排，你坐个，你坐那商务座吧。您才明白呀、啊，老师。你坐商务座啊？啊啊，为什么呀？
就我不知道节目组给定的就是定商务座吗？给你定商务座啊？给我定二等座啊？对呀、啊，外行就得坐二等座吗？您就别承认了，这就啊，这也太不公平了。不是不是，他不是节目组可能为让您观察世间百态吗？哦，这样啊，还是节目组对我好？那可不嘛，不是节目组对你好，老师，是您心态太好了，是吗？真的能观察到世间百态，一般人消化不了这事儿啊。一上高铁以后，咱就说找座开始。找座怎么了？那天我碰一事太有意思了。您说一说。我从北京到沈阳，咱们沈阳有机场啊，是是是，到沈阳你找座啊，哟。坐着一人哦，咱得问问啊，是是是，咱客气啊，咱是艺术家呀，您甭老来这句，没有人拿您当艺术家啊。您好，您好，大哥啊，您是不是坐我这座了啊？您看我这票，我是这个座啊，是人家怎么说？挺客气啊。干嘛没票啊？这位啊，过来过来啊，兄弟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您说呀，我呀啊是跟我媳妇儿来的。哦，你明白吗？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哈。人家想跟媳妇坐一起，要是不远呢，您要是方便就给串一串，这无所谓的事情。不是啊，我想让你呀啊跟我媳妇坐一起，这什么要求啊？这是不是你不理解呀？哎呦，我坐你这座虽然坐错了啊，说明咱俩有缘分啊，咱俩一面之缘啊。看你又比我小啊，哥哥就求你这点事儿啊，能不能你跟我媳妇儿坐一块儿啊？这倒也可以，这倒是啊。哎，我一想，对不对？跟他媳妇儿坐一块儿，受点委屈，受点委屈吧。跟人媳妇坐一块儿，受什么委屈啊？这个受什么委屈啊？我觉得我的委屈大了啊。怎么讲？你多少斤？我130多斤。130多斤啊，这个女的这个分量哈。用乘法都不能解决，什么意思？得平方。哎呦，我说这得多少分量？这得500来斤呢啊！闹着玩的呢。呵呵呵，长那样我给你形容形容啊，眼睛啊已经被脑门和脸蛋子的肉给挤没了。哦，耳朵要不是长在两边，我估计这时候也沦陷了。呵，鼻孔比眼睛还大啊！哎，眉毛是打理过的啊，纹过啊，这么宽吧？呵，这么宽吧？啊，嘴唇深红。暗都发黑了，哎呦天，怎么他是牵一牛精出门，对不对？那咱不知道啊。我一看这样我就回来了，我说大哥啊，大哥，这个啊我本来说跟嫂子坐一块没事儿啊，是是是，哎，关键是呢，你说咱不看他看看风景啊也不糟心，是您猜怎么着啊？怎么着？他把那中间盖打开以后，我坐不进去，好吗？他都镶那座上了。不是，您这么说人家可不合适啊。说合适不合适了，大哥也央个我。是是，兄弟，兄弟，你心疼心疼你哥哥吧，真的，你嫂子不容易。是是，不是咱北京人，哎，打外府嫁过来，是几年没回家了，咱得回去看看。哎呦，咱北京人有里有面儿。是是，哈，现在多难呢，啊，你这几年你也知道，啊，你哥哥，我不蒙你，做点小生意，哦，开个饭馆，呵，饭馆那是琴行啊，琴行你懂吧？啊，就得盯着，你不盯着那不成。啊，是，哎，大出头这就咱就不说了，这都是我们行业内的事儿，咱不说了，总得有人盯着。我这个呀，弄个两三天出来不容易。听说过那么一句老话啊？哪句啊？劳无劳以及人之劳啊。人家媳妇儿对咱父母不错，咱对人家父母也好，是，咱得瞧瞧去。两三年了，就那两三天假，咱就去了，烟酒糖茶，行，这咱都准备了。打住吧，老师，我要没猜错，你应该快到站了，你应该是，你们这座不用换了。这位嘴这么碎呢？怎么？你怎么知道的？啊，多新鲜啊！他下车还说呢，兄弟，我还没说完呢。我说您快下车。就是啊。哎呀，他这一走，我这座终于腾出来了。是，您在这赶紧歇一会儿吧。我跟这歇会儿吧。啊啊！我刚要睡会儿，啊啊，车上了一小孩啊，怎么着？这小孩男孩啊，7、8岁啊啊！你知道吗？那正是人嫌狗不待见的岁数。你是从他岁数过来过呀？多新鲜呀！啊，周普也从他岁数过来。您甭来这个，怎么您是6岁之后直接活到40了？您？不是，就是说那个岁数的孩子，嗯，逃啊？怎么了？高铁他可能是头一回坐，啊，他跟你还不一样啊？怎么讲？他不坐商务座，知道吧？哎呦，从这头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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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那头，那可滚铁环呗。有这句吗？啊，从那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回来，你看看这一下拍2条。我觉得这孩子小时候可能是个无丑，
闲不住，他是文丑、哎、哦，文丑啊，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哎，不光跑，嘴里还喊着一句，啊、喊什么呀 ？Lexus， 这什么意思啊？奥特曼。奥特曼变身之前都这句那克萨斯，呵，您瞧还什么都看，哎呦，来回跑，来回喊啊！我这人还有点责任心。您说他两句，别人不说，我得说啊！是是是，我给他奶奶叫过来，阿姨阿姨啊，过来，您这是您孙子吧？那肯定啊！嘿，小伙子还真活跃啊！你瞅着上来就没安静过啊！这是公共场所，是大家都休息，你让他踏踏实待一会儿啊！对，老太太说啊，孙子。孙子，好，这听着像骂街似的这句，老北京老太太吗？孙子，过来过来过来，啊，叔叔不乐意了，呵，叔叔不乐意了，啊，小孩还挺逗，啊，见着我，你能把光之力量借给我吗？你说这是换词儿的事儿吗？我不乐意是换词儿的事儿吗？您什么时候说让他换词儿了？就是啊，我让他安静踏实待会儿，你说怎么办？哎，一会儿我看他奶奶，哎，我说您这不像话，这孩子您得管。老太太一听这话急了，是，那是孩子，那是孩子，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啊？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你跟他计较什么？那是孩子，这不道德绑架吗？这不是？我也说呀，正在这时候他妈过来了，我一看他妈啊，您这火更大了，我就没火了，我没火了，这为什么呀？他妈长得还挺好看，啊，长得跟瘦溜极了，你说这生完孩子女的怎么保养的？还挺瘦溜，怎么保养的？他那孩子也到处乱喊呀，那个还是他妈有办法啊，拿一手机噗往孩子手里一杵啊，当时老实，呵，现在这孩子都这样啊，是不是？嗯，我一看行了，哼，眯会儿吧啊，刚想眯，嗯，旁边一大哥打电话啊，打电话了，哎呦喂，全车厢都听得见，哎，喂，嗯，哎妈呀，就这点事儿，你打多少电话？还是东北人啊？不就3000万吗？哎呀，就这几天就凑上了啊。那谁，那个3000万，那个怎的？我跟你想想啊，那个王总，王总不是差咱说1500吗？然后张总差着有100。不是1500，张总差1000，张总差1000，这多少了？啊，这2500，2500了。啊，然后那谁老李，老李不是还差500吗？啊，这多少了？加一块够3000了呀。哎，对呀。啊，这然后3000，这不就还差2900多万了吗？对，我刚才说那没万呢，没有万，没有万。哎呦，这么大买卖，500块钱说半天呢。我这一听，就这就不要打电话了，几位，这不够丢人的，我天。我也是这意见呢。我说大哥，您这就别嚷了，您这正脸。演吗？您这啊，我说得了，也睡不着了。哎呦，玩会儿手机啊，玩手机，玩着玩着，麻烦了啊，又怎么了？还有10%的电啊？那没关系啊，这高铁上现在都可以充电呀。我知道啊，我没带充电器呀。哎呦，你说高铁到了站以后，怎么叫车？怎么走？是你出门也没人给您叫车。对呀，哎呦，哎。那小孩他妈哪儿一充电宝啊？是是是啊，赶紧过去借一借。对，顺便问问人怎么保养的。还借这茬了啊？是，你就知道这点事儿啊？你过去，哎，我说妹妹，还是我，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的，我看孩子充电宝啊，你借我用用，要不然我下车他没法叫车也麻烦。是是是，那女孩啊，那女的吧啊，哦，嗨，那充电宝。是我们那孩子的哦，同不同意？你问问他啊，问问小孩啊。你说刚才我早知道我不数人家了啊，是是是，我说小朋友啊，真乖，呵，真乖。哎呀，你那个充电宝借叔叔用用呗，叔叔用用呗，多好。小孩半天没理我，我还得央个，能不能借我？你倒给个话啊。小孩也不说话，他说一句话给我气着了。他说什么呀？要借你可以，咱俩得换啊。拿什么换呀？把你的光之力量借给我吧。又想起这件事了。这段很新啊，说高铁这段作品啊，巧妙啊，因为这个确实经常坐高铁啊，好多事儿啊，我觉得应该通过作品反映一下。这个确实啊，有些时候要遵守公共道德。对对对。啊，我记得我当年上学，有一人就坐我座的，那个时候学生也比较羞怯，就不好意思跟人说您坐我座的，但后来也实在，我就拿我那票，我师傅您看一眼，我这票是坐哪儿啊？你这是站票站哪儿都行。
以为不识字儿。所以说这个还是不能高情商的，对，其实你直接说就得了啊。嗯，好吧，这个周普啊，这个不光这情商高啊，刚我看有一小姑娘带来，特可爱啊，是这个在家里头对闺女也是特别有爱，是不是？哎呀，那因为我们经常出门，然后就是能陪小朋友的时间特别少，不工作的时候呢，就尽量都陪他玩。那有的时候会哄闺女时给他唱唱儿歌吗？会吗？唱儿歌基本不会唱，然后给他听听相声，姑娘也爱听相声，可以说拿相声也哄孩子了啊。对，但是我们这相声演员呢，对儿歌也是有研究的。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四平、许健，来一段儿歌新唱，有请两位。群英会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好，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这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咱就说这说吧，讲究说个呀，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不是哪位给叫个救护车吧？要不你干嘛？我有病啊？是怎么的？不是你没病这模样的。我看你这么说相声，我这胃里直跟着反酸水。哎呦，你这胃擅离工作岗位了都。你说你说相声也得有个20多年了吧？28年了。怎么还这么老腔老调啊？你这么说相声，人家谁听啊？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怎么说呀？啊，你得改革创新呢，我亲爱的朋友。那我怎么改革创新呢，我亲爱的伙伴？啊，你得往观众朋友感兴趣的那个方向改呀。那观众那对什么感兴趣？什么感兴趣啊？换位思考。什么意思？好比说吧，啊，你现在就是观众。我成外行了。使您的，不用看我。别说外行不外行的事儿啊，就好比说你就是观众，你现在进剧场听相声，你心里想什么？实话实说。我想啊，怎么逃票呢？财迷是吗？不是，就想吗？不是。换个问法吧。啊，就好比说你听相声啊，你为了什么？好玩啊，逗乐。对，痛快。对呀，啊，对呀。谁不为了这个呀？对，那就像你刚才站这儿说的这个，啊，往这儿一站，汤汤汤，跟过来忏悔似的。我忏悔得着吗？你是逗乐了，你是好玩了，听你这个还是痛快了？不是，那我应该怎么演呢？你怎么演呢？啊，你得带着人物出场。这对，这对吧？这对。往这儿一站，你就得癫狂。对，没说两句开始荡漾，中间你是连喊带叫撒癔症，末了你再饶这么一段单摆扶歌的新说唱，最好你往这儿一站蹦段低，那才完美呢。那我这不是说相声啊，我不犯神经吗？这不是？你管犯什么呀？啊，你这么说，咱人年轻观众喜欢呀。哦，他们喜欢。我来不了啊。来不了，你这样那还叫相声吗？你管他是不是相声干什么呀？啊，你热闹不就结了吗？热闹啊，火呀，火我也来不了。你看这人还保守，这人不是保守就应该这样。干脆退而求其次啊，你稍微加点流行元素。那么加什么流行元素？加什么流行元素？哎，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 rap， 就是说唱。说唱啊，对，你来段说唱相声。说唱相声是，那怎么来呢？怎么来呀？啊，你跳着来呀，跳着来。你这么来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对，这相声讲就是说学逗唱。哎，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哎，这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色的屎壳郎是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芭蕾，它另一个劲儿。那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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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了，别美了。这什么意思？你蹦完了知道吗？什么叫蹦完了？
上世纪90年代王千祥、李增瑞二位老师就蹦过这段了。这段叫换包装，就是讽刺这些胡改乱造的这些人，懂吗？哦，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还不改相声了？那你改什么呀？我改歌曲去。你看看，行了吧？你还总是我走前边啊？对呀、啊，落后了，知道吗？怎么落后了？好家伙，现在这歌曲没少改，像什么学刘欢，嗯，学杨坤啊，什么刘德华、张学友，就这么跟你说，只要是有腕的那些歌星，全让相声演员糟践过来了，知道吗？我跟你说了，我改流行歌了吗？那你改什么呀？我改儿歌去。我开始向童年下黑手了，都。毁儿歌是吗？毁儿歌干嘛？啊！我这么改完的儿歌，焕发不一样的生命力。哦，等于也是拿 rap 唱儿歌。哟哟，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哎 ，baby come go 啊，一个没有耳朵，一个没有眼睛，真奇怪，哎，就真奇怪。死哥，别死哥。怎么不隔死你呢？还死歌？照你这思路来吧。我什么思路啊？我的思路是传统的，你往新潮上改啊。是新潮的，你得往传统上靠啊。哦，反着来，反其道而行之。那怎么来呢？怎么来呀？啊，我给你坐个月子。早了啊，你得先给我生个孩子。那等两天。什么叫等两天？坐月子干嘛？不是那个词叫我给你坐个列子。那我给你来个口子。我怎么说那个？那叫栗子。对，我给你吃个栗子。哎，别吃栗子，吃栗子不白录了吗？我给你举个例。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手势这是？你比如说吧，嗯，前段时间网上风靡的有个儿歌叫什么《花园种花》，听过吗？知道，哎、知道，就那、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还真知道，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对对，就是这个。在大大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行了，你这花开不了了。那怎么意思？这根儿全烂了，您知道吗？是不是这首歌？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这么唱干不呲咧，多难听啊！那你什么意思？哎，你让这儿歌啊。跟着这个传统的戏曲曲艺结合起来，嗯，那不听着别有风味吗？那跟什么结合呢？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你用京东大鼓给它唱出来，听着很有意思。京东大鼓，京东大鼓大伙都熟啊。那个春晚上郭冬临、冯巩那不是唱过吗？啊，对对对。我表的是啊，当个儿的个儿当啊，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来了这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这什么味儿啊？什么味儿？这就是京东大鼓这唠腔啊，都得这么来。好嘛，我以为你要吐了，这外行啊，外行。怎么外行？向刘钊老师看齐是吧？这谁呀？京东大鼓这腔怎么是要吐呢？那这是？这是想吐吐不出来这个感觉。哎，对，那不一样吗？反正就得这么来。哦，花园种花就用京灯大鼓唱，那别有风味啊。那怎么唱啊？我表的是啊，那噔个儿的个儿噔啊，在小小的花园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种子开小小的花，大大的花园我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种子开大大的花呀啊。这个洗脑不洗脑？还确实有点魔性，你魔性不魔性？哎，有点意思。这么改就对了。哎，那我还知道一个儿歌。什么儿歌？叫小毛驴。小毛驴，您听过吗？就是那个，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哎哎，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就这个，就这个，一样的思路改啊。哦，也用京东大鼓改。我表的是东根儿里根儿东，我有一只小毛驴儿，可是我从来就也不骑，今天我骑着它就把鸡赶呐、啊。
啪嚓摔了我一身泥呀啊！哎呀，您这驴听了多少有点半身不遂的底子。我这不按你那想法走吗？不对，这个要改的话就不能用京东大鼓唱了啊。那这用什么唱？你得用个活泼一点的曲艺形式啊。什么形式呢？快板儿。哎，行了，别上口了，就是快板儿。对了，啊，王派快板唱这个最风趣。您能给学学吗？那没问题啊。您给来来，一唱是这味儿。啊，听听，哎。的厉害，驴拉磨来了，啊，他这拉磨来了，这我有一头小毛驴，可是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心血来潮要去买东西，我骑上我的驴就去赶集呀，手里的小皮鞭呢真的真得意。可谁知道这头驴不是东西，它有点皮，撂一撂蹶子，蹬一蹬蹄，把我狠狠摔在了地，摔了我一身泥。您说这驴可皮不皮？哎，这头驴呀呀，名字叫贱，他本姓许，说相声从来是业余呀，站到旁边不言不语，上海话叫他屎塞地。不是，什么叫屎塞地？就上海话十三点。什么意思？哎，你不懂上海话呀？我不懂啊。哦，那就好办了。哎，是什么叫好办了？哎，我给你能深入浅出的介绍啊。您就说说上海话十三点啊，就是夸你长得漂亮，就是这意思。我不信。你干嘛不信？你看陈红俊在那咯咯乐，你看他肯定有问题，知道吗？你别管他，他就是那个皮笑肉不笑那模样。你不信你问他，邱老师，这个十三点是不是夸得漂亮？是吗？对，就是夸漂亮。我、哎、你看我去上海，知道。对，真的，老上海人。我跟你说啊，这一屋子人，我就信你。嗯，对。那你要说是，那我就是屎塞的。对了，我跟你说，今儿我这没捯饬，是吗？我要是好歹打扮打扮，穿上一身新衣服，怎么样？比现在屎塞的。哎，对了，奏该怎么改，这么改俏皮不俏皮？俏皮不俏皮放一边。啊，我成驴了是吗？哎，你一名不叫赛活驴吗？谁呀？你嗓门好，嗓门好就赛活驴，那是夸人的一名吗？反正这首歌我就决定这么改。反正这首歌差点意思，这差差点意思。那咱改别的，改别的啊，改别。那我还知道一首儿歌，还知道哪首啊？叫《小燕子》。哦，就是那个小燕子，对，穿花衣，没错，照样改呀、啊。哦，也用这快板改，照样改呀、啊。这个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燕子说你也是各色塞的。这怎么回事？这个燕子夸你漂亮，这我还没法反驳。这、哎、你也来一个吧。这不行啊，这改的不行。怎么不行啊？这首歌不能用快板唱。哎啊、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啊，那是啊，得找一个呀全民都能接受传唱度高的艺术形式。那你说什么传唱度高、啊、国粹京剧唱这个最合适了。哦，用咱国剧唱这小燕子好极了。好听吗？好听啊。您给学学。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到城里、哦、还是马派、啊、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是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这里的春的天最美丽，这里的春的天最美丽。
喘气呀、啊，你这，哎，不是，不是，你这怎么意思？这是？哎呦，我找不着调了。哎、别唱了。我觉得许健这现在这表演风格有点这个白全福相声那感觉。哎呦，我不敢当，我可不敢当。这个其实相声，相声这相声也很重要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多加努力啊，应该是大家会更喜欢啊。再接再厉。嗯，好，那这个刚刚这段听完了，接下来就该这个周普来跨界了啊。接下来有请周普、孙超，有请两位。天津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我是演员周普、在这里呢我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参加咱们这个群英会的录制 啊，并且呢、我也特别高兴的是我能够跟这么优秀的相声演员孙超老师一起合作，跟我合作。哎，孙超老师，哎，不瞒您说啊，怎么样，我现在的心情啊，一个字啊，哪个字呢？困。困啊，困，怎么个困呢、啊、我一宿没睡呀、啊。啊，我天，这到天津让你多难受，一宿不睡啊。不是难受 啊，我是真高兴啊。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啊，您给谈一谈。我呀跟天津有冤。啊，有冤你深呢，有冤呢。等会儿 啊，我紧张了。那个我说呀我跟天津有渊源。哎，您把这缘带出来。对，为什么说有渊源呢？啊，您谈一谈。因为我是天津媳妇儿。哦、你看不了今天我们俩还是一段男女相声，今天啊怎么男女都不分了呢？这怎么您不说天津媳妇儿吗？我说我娶的是天津媳妇儿。那叫您媳妇儿是天津人啊，这么说也对哈。啊，什么叫也对？就得这么说，知道吗？对。哎，再说 我来参加咱们这个群英会这个节目也跟我是特别的有缘分啊。这有什么缘分呢？我先卖个关子。嚯嚯，这干嘛？这毛病不少啊，这位先生。孙超老师啊，哎，您看我这这馅儿啊，哎，这脚里头啊，脚里头、哎、脚里头有鞋垫啊呵，哎，有鞋垫儿。哎，再看我这腿呵，知道我原来怎么回事吗？这知道了。怎么回事？瞧出来您跟天津是有冤。在天津出过车祸是吧？就撞这条腿上了。怎么能是出过车？你瞧，我都会见有人把腿拽上来的。这是等会儿就甭表演了。这什么毛病？这是几位？瞧，你看不出来我这就我这馅儿啊。您怎么着？唱过戏我给京剧院效过力我效过力，效过力。几位，您听这词儿，真的，我告诉你，我是京剧院，我也开除，你知道吗？谁天天跟后台？我给京剧院效过力，我怎么能开除呢？我那叫什么？我那叫功成名退。哎呀，您甭给自个儿用这好词儿了，知道吗？咱们就说我从被京剧院开除以后我也跟着你走了。您把实话说出来了，这叫我是说什么来着？我这蒙住了我呀在改为影视行业之前我是唱过挺长时间一段的京剧啊。对，这倒实话呀。但是呢要说说相声啊，现在今天咱合作呀，我这是平生第一次啊。那是那是，我先接说相声 就好比是这个咱们相声行业里面的新生儿。您瞧瞧这个说法，我头回听说几位。对我这个新生儿第一次说相声就碰上这么优秀的老师给我捧哏啊。我跟您合作呀。您就好比是这个行业我的接生婆那看您这个儿，我估您得难产，您得那我也抱不动您，知道吗？也犯不上您抱我就是打个比方我跟您合作咱俩也有相似之处咱哥俩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原来呢学京剧的时候我来的是这文丑您是文丑，我是颜良，咱俩一块让那关羽砍死了。别玩笑，这也没西游记什么事儿，是吧？那是西游记吗？那个那是西游记，三国演义知道吗？三国演义我知道，我唱这么多戏不知道三国演义吗？三国演义我就是想说您看您说相声您是这捧哏，是是，我唱文丑唱小脸的呀，我也是那个配角，也是这个绿叶咱俩今天属于两个小叶子给大伙合作。今天就是咱们主打一个您比我绿比这干嘛？谁比谁绿我就是想说您说您说，在艺术领域里面您比我高
哦，是不是啊？哎，那您可太谦虚了。不谦虚啊，艺术方面我可不如您。你想，刚才大伙都说了，对不对？那《霸王别姬》那么重要的电影里，您都参演了呀。嗨，现在别提那事儿啊啊，那都是当初骗履历用的哈啊。这个我呢，其实就在里面、啊、那电影里面就演了一个戏班的学员。是戏班的学员，你也比那滚铁环的强吗？滚铁环的那是我们今天同事碰上的、啊。对对对对对。哎，说起这话来了，啊、那个的时候、啊，您在哪儿呢？我在哪儿？93还3年我才出生。罢了，怎么不说不知道 啊？一说就更说明人家什么呀？ 年少有为。嚯，这话怎么讲啊？想当年啊93年，我演《霸王别姬》里面的戏班学员啊。对呀、啊、对呀、啊，人家刘钊老师演铁环啊。对，没有人演铁环啊，谁演铁环？滚铁环的、啊、滚铁环、哎、滚铁环。您那会儿离出生还差3年。哎，对呀、啊，对不对？现如今咱们在群英会的舞台上，咱们几个人能站在一个舞台上，您站在我边上，您这栩栩如生，是不是？本身也是活的，知道吗？别乱用那词儿，什么叫栩栩如生啊？那个，我就是说啊。像您这个相声演员呀、啊，我肚腩宽敞，哎，您呢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奇门小遁甲，哎，未曾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封五乡侯啊，这是我诸葛亮，这是跟诸葛亮什么关系啊？哎，我就是说、啊，你不知道《三国演义》吗？你不是啊？我这不提起来了吗？我这儿呢，到这个岁数也有我这个岁数的烦恼。哦，这怎么讲啊？我呢，原来演京剧啊，我是演配角啊，是是是。后来呢，改演电视剧啊，还是演配角啊，是是。并且啊，现在下线可下得越来越早了哦。有的时候那观众还没打开弹幕吧，我都已经中弹谢幕了。好，您说这太夸张了，您说。对对对，我这就是我现在进入了一个怎么说呢？啊，您说，我事业的一个瓶颈期吧。哎呦，我天，你瞧瞧瞧，这表演，哎啊，真的。啊，哎，瓶颈期是瓶颈期、啊，我就是想让您帮帮忙啊。您看我就是您能不能就是那样我一下？嚯，您说清楚了，别老说这词儿，这是。就是我想是怎么着呢？怎么着？怎么着？我进入我的瓶颈期了，我这个什么意思吧？我想让您就是要么您给我开一瓶再。干嘛？我是服务员，我是啊，我还给你再开一瓶我。我就是说啊，我想跟您学点玩意儿啊，再学点东西。哎，再学点东西。各位，这嘉宾不简单。小周，我给你讲。哎呦，得嘞！今天通过群英会这个舞台，哎，你这么虚心，从今天开始，我教你说相声，罢了。哎，这人啊，看见没有？啊，一点就透，那绝对听得明白。通人性。对了，我是狗，我是通人性，这什么词儿？这是没有。我今天我教给你，哎，我告诉你，相声可不好说，是最简单来讲，嘴得清楚，哎，大段的台词你得背呀，肯定。我们小时候练的绕口令，你得来呀，是对不对？我们经常背那个。出西门走七步，听过吗？这难，这难，这难！哎，出西门走七步，捡了个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补。苏老师，哨吹得不错哈！我这怎么说？什么叫哨吹得不错？我告诉你，就这就得5年的功夫，知道吗？5年？哎，5年的功夫，这你得练大段台词，你得背，知道吗？一般人来不了，就我这个。您就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我小时候学我们那个小黄连本行那大壮子这学多少遍，念不明白。法门寺的大壮子。对，我跟你说，你一看就不用功，你净拍戏演的火烧人去了。我告诉你，你得练这东西。事宜刑极，锦衣法律规定条例，具状上告府求复准，提案叙旧，勿得窃听，夜间而入，生命则坚，坚持四永无聚集矣。锦状啊！好，这个。到现在我都说不明白，写手上了你啊？也写都出手汗都出没了。哦，这个是你这岁数了，你这么些年你再背不下来就完了。这不是能耐，这不是什么能耐，这个其实很简单，不是说能说话就能说相声。您说这在理？相声那么简单吗？哎，相声当中有很多其他东西你还得具备啊。哎，比如说这个学唱方面。说点你熟悉的京剧，知道吗？啊，我们很多节目当中用到了京剧啊，对不对？京剧，我跟你说，你呀，要不说为什么说京剧院给你开除了？是是是，开除的对。我知道，确实第一来讲，为什么唱小花脸？他调门不够，嗓子不好。再一个就是一见公之道临街，不由本宫喜新见，站立宫门叫小番。
门不够。这个没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因为什么？咱说是你姥爷就干这个，对对吧？你这岁数，你咱说你能成这样也不容易，是熏也熏出来，熏也熏熟了，熏陶。其实原来的京剧院就打旗儿，这就是这，对，就是这没什么。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光得会京剧，没错，学唱当中有很多呀，对，比如说其他的东西你也得掌握呀，对不对？比如说拿评戏来讲，评戏呀，咱就水乡三月风光好。风车吱吱，滴个答个滴个咚，大花飙，沿途庄稼长得好，风吹麦浪永波涛。平剧，刚才他滴个咚我，你看见了吗？刚才这太和气，这是、哎、这个。都很大众了，是啊，你作为这个世家来讲，掌握一点很正常，哎、对不对？这个东西都说撞枪口了，还有别的呀，哎、对吧？比如说你再往南走一些，哎，对了，你到了河南，哎，河南的豫剧，你看这个啊，它就没有这些这么大众，豫剧这方。辕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天不负走出来。你给你媳妇带来了，我听刚才有个女的唱的，好像来了吗？这什么玩意？这是豫剧啊，豫剧，这个是不是豫剧？咱有待考证。哎，是，这个说，豫剧也是一种。当然，你这都是说北方的了。对，北方啊，北方咱们学起来比较简单。对，你像我们这个前辈相声大师施圣杰先生，唱豫剧唱得好。南方的戏曲形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金云刚出水。哎，越剧。怎么你身上有音箱啊？你身上、我那个媳妇也跟着呢啊！这什么词儿？这是你这是、哎、还是都会唱。哎，但是相声不是说上台就唱啊。对，唱不行，没有包袱不能偏门。哎，对，上台就唱，没有包袱能行吗？有很多其他东西也得学习，对不对？比如说借鉴一些姊妹艺术。哦，拿姊妹艺术，咱说什么？山东快书。有山东里边学方言，加上弄个小包袱，那不好来。对，山东快书知道吧？知道。来，听过啊？咱听过。山东来，这个认识吗？要不说我得跟您学呢。你就得跟我学，老师。哎，暗器没学过。对了，这不是这个叫鸳鸯板，知道吗？有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这就不好来。是，知道吗？这得打出点来。哎，听好了、啊。哎，得嘞，打出点山东快书啊，叮哩个叮。叮哩个叮，叮亮哩个叮亮哩个叮亮哩个叮，哎，山东快书。邱老师，您这 B-box 不错。这什么词儿？这是谁 B-box？ 这就是说告诉你点是什么样的。那您打一个我听听。我怕等会儿直接打你听不出来。您让我听听声啊，您对不对？该说不说啊。该说不说，孙老师装修队找的不错。什么装修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那个，这是我跟你说，这最少十年的功夫，知道吗？我看看您这十年的功夫啊！你干嘛呀？我学一学啊！你要试试，我告诉你，拉着你手一会儿再。我这看离开刃吗？这不是？什么？是不是？干嘛？怎么？蒙着了啊，蒙着了，这个不好意思，还给您。你这个啊，会打没有用，哎，会打没有用，这山东快书讲究得唱啊。对，哎，传统节目包括后边新编的节目有很多呀。简单来说，比如说山东快书有那么一段，对吧？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马武松学拳进过少林寺，功夫练到了八年上。闲言碎语不要说。飙一飙打虎的英雄武二哥，闲言碎语不要提。哎，飙一飙英雄好汉武钢提。腊月二十半夜多，北边开过辆大卡车。正月里过半了年，过了初一头一天。你走，您别急，起来我这，起来我这，各位看见了吗？哎，看见了吗？知道为什么京剧院开除他了吗？对，看见了吗？
排挤同行，排挤不了。看了吗？上台来啊！我说一个你会一个，我说一个你会一个。实在不敢。各位瞧，这不是他跨界，我跨界，今天我什么都不会呀。咱谁跨不一样？明白那意思？哎，我告诉你，就是扮猪吃老虎。不能不能，办不了那东西。下回你呀，下回你就坐下边。我一直坐下边来着。哎，我当嘉宾。哎，来了之后我挑你，你挑，我跟你跨界，但是你演一个我也会。行，我气死你！我告诉你，周普，你会那玩意儿，你来一个，我都解释不清楚，我演不上来，我就死去。哎呀，好，我死去。不是，宋老师，咱还跟您学快板呢。哎，数九寒天冷风嗖，过了年就春打六九。感谢周普，感谢孙超，太棒了啊！谢谢，再次请上我们各位演员们。哎呀，周普啊，哎，你这不是来跨界，你这是来踢馆来了。没，不敢。这一个相声里说学逗唱您都占全了。我不玩笑的，哥，我们最开始弄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突然涉及到山东快书了，嗯，然后说想加这么一段也很好哈，对，然后我们发现呢，我没有板儿，嗯，虎哥说我有啊，嘿，这个板儿都是他的呀，哎呦，好吧，再次感谢周普，感谢孙超，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电视机上能看到更多的周普的电视剧作品，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好，观众朋友们，下周二三的晚上9:20，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再见。